客家庄英文消息为大家捎带：苗栗镇头份市市民林吉出退休之后透过业障记录地方的风景，还常常分享到爱好头份人一只 FB 的社团，并且当作分享。不但像对外地做些某些特殊的头份人，透过其的相片修改思想之情，甚至有人是可能其的相片以前都在安静的建设是哪位翕的。他做来到永福山水库，拿着翕相机翕相，沿着六股水沿沿的苗栗阿美山、嘉里山，沿到水库水面，变作一幅动人的画面。安静的风景，林吉春当然爱翕起来。做来到永福山水库当翕相，就惊无翕到。有时候有没有？我想说今天偷懒，不要拍照了，我就纯粹走路。结果就碰到很漂亮的鸟。对，因为那鸟是很不容易拍到它的，而且也你不是说想要遇到就可以遇到的。后来就好，后来我就啊，我一定要背，不管怎么有没有碰到，我就一定要背着。林吉春当爱自家的家乡，对水库都落窝的，对油婆都五十条，对茶叶都鼻汤。林吉春为到翕相，头发唔地行的一道边，每因为翕到头发当张的照片，分享到面书社团，爱去头发人以后，想一道人来看，还有另外一些条路的头发人看相片会心照。出外的打拼的游子也在看我的照片，因为他们都会留言嘛，很亲嘛，看到我的照片，我头份照片，他会想就回想到哇，我那当时在斗安平当兵的时候的那个感受有没有，就非常棒，就很想要再回来头份这样子。我们也是从照片上看到那么漂亮之后，然后加入好友，一车多俩诶加念的哈。我们也常常在各个活动都看到几多个地方翕，啊，我们的客家的很多活动哈，庙方啦那边哈，拢几多翕。林吉春讲，家嘅照片无调色、无修图，意思翕相世界嘅国土同感觉，翕相起码唔系物嘅当高级嘅，就意思自家嘅感觉同想法，翕到家乡亲近嘅画面，用翕相记录自家嘅家乡头份。林吉春唔但想用照片交朋友，每本自家退休以后嘅生活当精彩。客家新闻总司命。苗栗报道。